降落水手。我觉得你要先跟大家交代一下你今天的穿搭是怎样。夏威夷风啊。夏威夷风。对啊，你不觉得很像来到夏威夷的感觉？那也是要跳一下夏威夷舞啊。跳夏威夷舞啊。这样子啊。算了吗？我看还是算了吧。算了。我们今天来这边要干嘛？我们今天来通安宫。通安宫。对。可是听说这边的村民对我的印象不是很好。你知道这件事情吗？我知道。有听说吗？有。那后面有解释了嘛？哦，是有解释，有解释了啦。我就是给人家观感不好嘛，对不对？身为一个那个宗教界的反派，哦，就应该做一些反派该做的事情。嗯，我们今天要做什么？抽汽车，就是让这些村民恨得牙痒痒，对不对？怎样？把他们的汽车抽的。哎，如果没有中呢？啊，没有中就没有中啊，没有中就没有中。啊，不然要怎样？好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的汽车赢走。OK。你知道吗？为了今天这台汽车，我走了两个小时的路来通安宫嘛。两个小时，志在必得啊！ Oh, okay, okay. 对不对？除了我还有谁？好。对，我们刚才遇到阿北在直播，直接跟阿北拼了。哎、欸，他奖项超级无敌多的，超多的嘞！还有安慰奖啊，你看，不是上面，是下面这边还有很多，这些全部都是哦。对，全部都是啊！哇塞，226个奖哎。但是大家看到这影片的时候已经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对，今天还有 Switch， 嗯，手机、森宝、捷安特音响，还有红包，都是很好的牌子。讲最差的是红包，而且还3万，不是3000，最差的有3万，所以就是保底3万就对了。没问题，因为对于我来说，除了头奖以外，其他都是安慰奖。OK。Okay, 我们就是要卖布的布多条，哦，好，我卖布。他说这些花灯都是在地一些国小朋友就是画的，这样子，很厉害，这么厉害哦？对啊，小朋友画的。我怎么觉得国小都比我厉害啊？干嘛？没有啊。你不觉得这个灯越晚的时候越漂亮吗？对啊，现在还不够晚。嗯，现在时间大概是6点左右，等到夜幕低垂的时候，才是这个灯的重头戏。而且这里的摊位就是很有那种文青风那种感觉。这摊位你知道吗？他们是庙里面的这些委员，还有年轻的这些总干事，他们去规划的。嗯，非常的用心啊，真的。因为你要规划这样子的活动哦，其实，在庙来说，如果你没有年轻的心血注入的话，你没有办法规划这样子的活动。嗯，真的。那其实这一次的活动，你可以看到这些有一些摊位啊，从我以前的影片就知道，哦，我是一个不爱逛夜市的。嗯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夜市里面不是炸鱿鱼，就是麻辣鱼蛋了、啊。但是这一次通安宫办的这个市集。他们经过筛选以后，嗯，里面的摊位除了文创跟文青宫以外，哦，重复率非常的低。对，每一摊都长得不一样，每一摊都有自己的特色。真的，这个龙也太……这有大学吧？是超过大学，是专业的吧？厉害，厉害，这个厉害，厉害，好夸张！要确定呢，是国小的程度吗？哇，你看上面那个樱花。对啊，所以我说这边国小就比我强了。啊，你会画吗？不会，我只会画一颗苹果。我画它超烂的。你怎么不说你只会画脸而已？不得不说，我们之前来通安宫的时候，这一条路就整个暗暗的。对。但是经过打扮以后，对不对？整个变市集。嗯。而且它上面还有它不是就这样子而已。对，上面那边合体那边还有，合体上面他们那个主要的活动好像要开始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进去？对，寡不会。
欸，我忽然有一种想要在这边走走台步的感觉。你会不会被这里的村民丢鸡蛋之类的？啊，活动已经如火如荼的进行了。嗯，今天最后一天了呢。今天再给大家再播一次之后，就要进入决赛。是哦。对。然后一个人的费用是50块，很亲民呢。播一杯50块。就是播一次50块。播一次。然后听说现在最高杯是7杯吧？是吗？刚刚那个停车场的杯，我跟我们讲。对。7杯的样子，越晚上越多人啊，一定的。那我们今天要刮几次？你是这里是你的预算吗？对啊，这里是我的预算啊。他说不限次数嘛，然后1次50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这边可以刮几次？你也可以刮100次啊。对啊。哦，不是，你还是不一定会中啊。要不要合照一下？如果没有中，至少还有一张影片。来，3、2、1，好。我直接去跟主委拿钥匙就好了。哦，是哦。哈哈哈哈哈！人家在那里直播了。就是刚刚那个阿伯。对啊，刚在直播那个阿伯。欸，那阿伯感觉很专业。所以我们要去抢顶啊。也不要抢了，不用啦，我们就路过拍一下就好了。现在怎么参加？这边花，这边无花，好钱就可以了。这边哈，这边，哎，这个是。谢谢，谢谢，好，擦身而过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来有参加，自在参加，不再得奖。还是这边要爆料，无搞我可以念啊，这要爆料呢。会中就是会中，不要啦，回馈粉丝好了。对对对，这个会中一次就中，对啊，不需要在那边撸啊。真的啊，我不会这种东神圣的东西，我们不要撸啊。真的真的 ，N 哥会不会躲我？不会。看他上班。我们看到了吗？哦，欢迎鬼哥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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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刚刚现在的朋友大家好，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旁边有顶撞围起来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哦，这是昨天刮卡杯，昨天有两个卡杯，啊，今天早上一个卡杯已经倒下了，剩了一个，对，啊，以往我们每年都会有立碑的神迹，包括元宵活动。哎呀，阿米尼拢有，几乎每年，拢有徛过，从阿江路徛过。只是讲我们没有在靠这个新闻报道在报道，不然无讲徛过是怎样，稀松平常啊。就咧特定名单嘛咧，哎呀，加照卡咧，大家看看。就咧特定名单嘛，钱甲食格啊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就是不简单咧啊。钱甲食格啊，有诶网友会讲。那徛过就是要问公司是安尼嘛？嘿，伊阮委员会，我就回归委员会讲，只要有展现这嘛展现神迹的之一嘛，只要有徛过的，阮就委员会等这个玩家活动活刷出吼，结束阮就会来亲自公会来问安庆工作，啊，伊徛这个碑用于如何栽？哦，啊，那一一来解释嘛，啊来挂。杯，啊，然后让他，让他来应杯，哦，啊对，健康，伊要创哪会，两个酒杯一个杯杯，哦，伊嘛这是自式，台湾用自式的公杯，公杯啦，都有一个规范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是这样，地方特色，对对对对，不然的话大家都会觉得说，哎，怎么常常卡杯，还不知道要干什么？哦，卡杯定义就是。因为神明在坐在里面不会讲话，他会透过一个神机，不如讲话的哦。啊，这个卡杯，以前讲啊，我有话要跟你们远位讲，能透过这个神机，要跟你讲嘛，讲啊，我有代志要跟你讲，啊，你所有愿望，你要甲红公杯来支持，甲问，还是透过手机话啦，或者透过手机话啦，哦，这个仪式下去问我们的主神。
有什么事要交代我们，有人会去替他执行嘛。嗯，是这样的呀、啊。我讲在在，就是讲，拜神是求经啦，啊嘛袂使淋雨啦，风都变嘞，嘛是爱叫婆婆来，哦，按个主神啊，变啦，只是按那边走，按那来走，就是讲按人变那走，按那走，哦，按那变是人较多啊，哦，你变是较多啊，对吧？对啊，我们叫神力，叫旨力，不要违背，不要人为人为，哦，按那拜神就无意义啊，对吧？对啊。那个大只的乌龟，那个也是寡龟吗、哦？对对对，那是孤王啊，孤梦、哦、啊，这嘛是爱信德，爱金龟加还是公龟，你可以提供罗亚波，哦啊，被高为得者嘛，对啊对啊对啊，所以他们都是奖品之一。哎，这不是奖品，你这是哇，等于假平安，这属于哎帮你家新龟帮你保温。哎、帮你赚大钱，系、啊系啊系啊，所以讲每年以孤王孤王嘛是这个波动的主角之一啊。哎，有这个元宵，有这个宝龟活动，到延伸到这个宝龟这个奖品活动，到延伸到华为丁啊自己啊，体重底下开始延伸下来，哎呀、啊，啊这嘛是咱南部地区的一个元宵活动的。元宵的特色，系啊系啊。那都两个在拢有，但是咱南部有咧，应该是我看咧南部有屏东有无，屏东有会别有无，啊台南别有无，所以，系啊，我喜欢高雄比较有特色这个宝龟宝龟瓦板，对对，哎。好，谢谢英哥。别，谢谢，你慢慢灌，好，我们谢谢英哥一系列的介绍，这样子大家对于高雄限定的这个寡姑活动有没有更深一层的认识？其实这个寡姑得奖品这个是其次哦，真正的活动是寡姑。很多的人不知道说哦，意味着是我们办一个活动来寡姑，然后有得到奖品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我看到刚刚一直拍我，好，有入境大就好了哈、哦。我有订阅哦。主委说的这些寡姑我们活动，就是指我们身后这个，而且我是刚刚才知道，原来是一公一母。对啊，哪一个是公的，哪一个是母的？应该是大只的是公的吧？这个母的，这个母的。我们过去看一下卡龟、看得出什么异状吗？看不出来，他就是站在那里的，对，对不对？而且他可以站这么久，真的，昨天挂的，他就两个脚这样子站着，所以你要如何解释？你有没有发现你后面多了三位保镖？你现在向后拍。你不觉得你后面多了很多保镖吗？这位同学，我怕他，我不怕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让你再帮我拍一下。好吧，帮你。要真女友吗？你今天幸运吗？我今天刚换服装而已。然后我怕他们不敢跟你拍照。来，我们就打。三二一，好。你说他们三有九对不对？他们怕谁？他们。我们本来说好要。全下的嘛，全下，帮大家请这个前母，幸运的同学们可以发财。对，所以以这个豁然率来讲的话，那台的车的市值大概是八九十万嘛。据说这一次的活动，连尼姑也疯狂。我们刚在楼上那边看到两个尼姑，刚刚主委说，连尼姑都想要来挂吊车。有吧？好像有啊，有吧？有啊，有有有。从隔壁的那个尼姑啊，回新华弄招来家对吧？平常时啊，用用啊对吧？招来家帮挂挂五个，欢迎大家伙做会数去吊车的啊，好。年轻人开什么美肌啊？莫名其妙。因为今天已经进入尾声的关系，所以说人潮没有像大家
平常看到的这么多。嗯，但是基本上如果你是六日来这个地方参加这个活动的话，那个人大概跌到二楼高啊，因为楼路不够走嘛，就跌到二楼。哇塞，热闹了，尤其又在海边，超有那个 feel 的。对啊，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港边的小渔村人口不足的话，像这样子活动真的可以常办。嗯，你像这样子装饰起来多漂亮，平常一个很阴阴暗暗的这个河堤变成一个这么漂亮的事情，对，这全部都归功于通安宫的委员们他们的规划。嗯，但是就是说渔村的年轻人啊还有人口可能少，就难以维持这样子市集的运行，所以只能靠活动然后才能办这种事情。你都在看什么探险吗？是看到做当机做当机去鬼屋，我为了去鬼屋，我为了刚刚那个七眼的那个拖那个链子，我为了这个生，为了这些，你知道我付出多少代价？就像我一样。